就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我其中一张构证，这个是我们拿去验的包包的结果，我有拿到了这张证书。我想要说的是，我没有要甩锅给任何人，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多有钱，我也没有自称贵妇或自称名媛，从来没有过。虽然一开始可以秀构证，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构证可以平息，所以我手上有构证，但是我觉得拿出来也没有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这个是我其中一张构证，先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拿去验的包包的结果，我有拿到了这张证书。那这个包包呢是 Absent 的皮，在所以呢，我们拿到了这张证书。那我想要说的是，我再次重申，包有疑虑我们才找代购负责，如果没有问题，那我跟代购就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多有钱，我也没有自称贵妇或自称名媛，从来没有过，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贵妇，我也不是名媛，我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我从来没有以贵妇名媛自居，因为我真的不是。那我交朋友也不是以钱会友，我是以诚交友，所以我从来也不会说谁有钱我跟谁做朋友，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绝对不会这样的。然后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我喜欢买东西没有错，可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千万不要去造谣这些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我更没有说过什么看不起穷人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不用在这种时候造这些谣，被大家质疑我盖瓜承受，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其实以前的我早就已经屁噗噗的跳出来讲这个骂这个说这些有的没有的，常常会让人家觉得我很得理不饶人，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想要成熟一点的处理这件事，所以我花了时间去做了一个验证，我也不想要在我的话语被放大，我想看让你们看到我是有所成长的。我想说的是，公众人物被检视，很多很多的检视，甚至是放大检视、批评、指教，身为艺人，身为公众人物，我都虚心的接受。但是我真的请大家不要做出任何的人身攻击，不只是对我，建议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公众人物都不要做出人身的攻击，无限上纲的无差别攻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你可以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你可以不要看我，但是请你不要随意的人身攻击，更不要去打扰我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样对他们而言也不公平。